各位同学，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哈。这节课由我们中立福，好雅父，好雅父老师带来演讲哈，请大家掌声欢迎，谢谢。大家好，哇，非常辛苦哈。昨天啊，从初级班到昨天，然后今天还要等待明天。 哦，这一连串的这样的训练，真的是看见我们进入到台湾民政府的一道门，嗯，因为进入到台湾民政府，要了解台湾民政府，实际上你必须要一些的关卡。那当然，这个关卡不是像军中的那个阿兵哥，呃，做那边当少爷然后。 检查，当然，这拢是大家嘅福气，因为参与台湾民,、就是、民政府，有虾米福气，就是创造台湾历史嘅契机，能够参与我们台湾民政府，可以看见台湾真的可以改变。嗯，问题是。 即个改变嘛，是爱对家己嘅观念开始。观念不容易改变，那特别是年龄层最容易改变的是，谁很因诶，看到什么就看到什么，然后就抓住什么就抓住什么。那进入到国中的时候，诶，有意见哦，然后特别高中、大学或者是社会呃人士。 这样的改变嘛，是因为恁家己拄着迄个无共的环境，造成恁家己的观念是不是一当改变？特别对,對五六十岁以上的，或者是六七十岁以上，哦，这个观念更加更加困难改变，<laughs> 因为已经看了那么多、那么多年。 的经验，啊，这里、個、你还没有讲，我就了解了。在泰尔主的讲一句话说：“呃，我是泰尔主的嘛。”哈，啊，你阿未讲，我拢咋样了。那表示说，你讲这句话上下文，因为你自己的领域跟年长的领域还是有一些不同，所以有时候会。 本来笑脸男一旦甲你年辈，呃长长辈比较，呃，年龄比较有年纪的啊，可能会跟他们说，哎，我们有机会一旦分享啊，一旦讨论啊，这里、个、我拢在，嗯，我家你讲，我讲说我告诉你的时候，我笑脸男就不一定进去。 你嘅迄观点的领域里面，所以特别对政敌，哦，更加困难。啊，我冇插，我不爱插，这个政敌。哦，因为政治会给我们在六十九年或是一百年的时间来讲，好像政治就是往负面来想，好像都是呃政敌弄死我啊。 政治东西不好，那现在就是说我们要分清楚，政治是管理大众的事，无论好坏，这个都是你必须要有政策，而且这个政策的方向你要把它治理好，爱砥砺，爱监管，爱家己管理，信息是有系统，还是有管理法？ 呃，有有那种管理的系统，那就要看你自己的领域，你认识多少的程度，你说出来的程度就会受影响。请求话。第呃西藏闺女讲。对刷定。到都期。来读书。我是呃苗栗的，呃，苗栗，因为都是哈港人哦。 这边有没有哈概念？啊啊，当然各族群都有特别的呃文化背景。那我从国小都是用自己的母语，所以要马上什么是中文？在国小六年级，嗯，在虾米西中文，要，嗯，在是虾米购物 因为我自己知道我自己，自己主语的方向，而且怎么怎么讲都比较清楚。但是到了四五年级、六年级国小的时候，哦，有一个广东的老师，他讲话哇，好好笑，我我听拢无，哇，这个我们有一个顽皮的同学，他就跟我们讲说。 偶尔、哦啊嗯、听不懂。我们用我们打样的方式来欺负老师，还有好心爱，学生要欺负老师的，我他就拿那个小蛇、哦，那个没有毒的蛇，因为我们很简单知道哪个毒毒蛇，哪一个是很容易跑的，我们就他就抓住那个也不算短哦，差不多这样，然后放在老师的抽屉里面。 哦，oh, 我们就这边有的人在笑，得糗，然后老师进来，好，请立就他一打开抽屉，哇，那个蛇就跑，啊，吓一跳，哦，谁放的？谁放的？当然我们都不讲，结果还是被打。在这样的经历当中，不晓得怎么讲中文，然后一直到初中的时候，打打不。 进去到平地同学的领域生活，因为一进东西啊，还呐还呐，这东西出草为狼，哎、欸，你看出草的后裔来了，哎、欸，还呐还呐，所以那种的观念还是会进入在那一段的时间，那一年代的时间，所以一直到现在，那看见高沙祖。 我们以前讲说原住民，那为什么会改为高沙族？一九二三年，日本天皇的太子，他从日本就来到台湾，因为以井的日本人对迄个台湾的原住民，他是山地人，他是平地山包，阿是山地山包。 以整个迄个观念，西是玩性玩性玩性，完成完成的意思就是赶快还啊，还乐还乐。结果太子进来到台湾的时候，到山上，哇，他以前那个玩性马上改过，然后就直接就跟他们说：我们现在开始不能称那么好。 好会唱歌的，又会跳舞的，呵，苦干啥？你要木累木？嘿咻嘿咻嘿咻哇！跳舞噶啊，欢喜哇！原来不是像一般人说翻啦或是换啦了，繁字繁字繁内繁内客家话，这个就改变了。以前日本人这样的观念说繁姓。 但是因为太子这样的宣布，改变为达咖沙狗，高沙族。达咖沙狗的意思就是说，日本太子进到台湾，全部三百六十度的改变，说达咖沙狗是又会唱，又会跳舞，而且身体强壮，虽然有的肤色不同。 但是我那个赛跑也是看到小朋友哇，好快乐，好高兴，哎、欸，跟我们过去在日本不敢嘞，像你快乐的国他卡沙国埃吉娜，怎么可以被称为翻人，而且是还娜呢？所以就改变，这个就是说，太子亲自来看。 达卡沙个山上的，所住在达卡沙个，以达卡沙个也是另外意思，就是说在山上住的非常漂亮，而且你看山明水秀，然后绿叶子了，大块树木了都在山上，没有给人砍，不像现在都砍到法啦，有的人山老鼠，喜安娜五五克的山老鼠。 为了急，为了急呀、啊，都是贪呐、啊，都是为了钱。但是当时达卡沙果就是那么好，所以就改变。太子亲自看见事实，达卡沙果原来是可爱、英俊、美丽、活泼，又高兴啊，很很高兴的生活在山区里面，所以改为达卡沙果。但是国民党厉害呢，厉害呢。 大家说高沙族”改为高山“高山族”，高什么？高山青不是在以前在唱吗？哦，那个就是啊、哎，很漂亮。实际上就是要淹没“高沙”这个“沙”，改为“山”那种的意思。那高山族后来就就变成说，我山地人住在山地人。 后来有很多平地住在山地，那怎么办？不白呢？然后是不是平对还是山地？所以就就开始说：哎，我们争取这个证明运动。那在一九八八年，高沙族原住民还我土地；一九八九、一九九二、一九九三，然后一直到一九九八、两千年这一段的时间，都在争取证明运动。 证明就是，阮毋是犯人、啊，我阮是原住民。有人讲是原来住伫台湾的人，问题是，会当看是毋是有啲实际的记录记载，有没有考察？不过就是传统来讲，说，哎、欸，山上大家卡沙高沙族，就是已经住在。 台湾的那这些的历史记载、历史记载东西安尼，因为国民党、中华民国要整个压制，用殖民教育的统一教育来压榨整个台湾人民。不是讲他打个杀狗呢，不是打，不是讲他割杀种呢，嘛是背对。有的人说是。 呃，不能说闽南人，因为闽南人是那个民，他们很讨厌哈，民里面有虫，呃，所以阿些好多人嘛无确但是总总之就是都是本土台湾人。那我们今天在民政府很清楚，the people of 台湾就是本土台湾人，那 the people On 台湾就是很多的族群，外国人、中国人、难民也进入在整个台湾，所以这那个就不同的 people on 台湾跟 of f 不同。所以从这样的简单的历史来看，让的台湾的历史是不是加杠的历史？对国民党来讲，还是对另共？ 对大家来讲，还是对咱的台湾民政府来讲，是不是不敢但是呢，高你六十九年,年这一段的时间，改变这个观念是这项不容易。就像我刚刚所讲的，我们高沙族来到都市的时候，好像是被平地欺负，其实高沙族也会欺负平地笑脸狼，赶快！ 人与人之间无无无熟悉嘅事，就是无了解啊，无了解是误解啊，那误解是争论就发生了，那争论下来，当然就你争我斗啊，这样一次循环，那要怎么改变这样的台湾人的真正的个性、真正的生活圈？五郎公说,說啊，大家三个狗。 高山族，高山组高山组是单纯的人，很很单纯的。但是实际上，本来是单纯，但是来到起码来到高年，特别七、十是，历史，哎、欸，我嘟嘟咯，我一定是单纯咯、哦，不一样哦。你说，看你高中或是大学的同学碰到，呃，高山组，有的很好，但是有的是为了自己的权益的时候。 那不一定，所以今天我们来看，改变这样的观念，只有事实才可以看见。所以很多台湾人会有不同的误解。到底谁下面是台湾人？到底让了台湾台湾的脸数？对法理，我们为什么台湾民政府一直用台湾新台湾论？我们的秘书长。 写的非常辛苦，而且是，我想每一位童心都看过，而且也买过。假如没有的话，可以继续讨论里面更多的宝。那《新台湾论》最重要就是让台湾进入到国际地位正常化，艺术就是今麦台湾无正常啦。 即嘛，现在台湾的观念嘛是无正常啦，教育嘛是无正常啦，大家三个的观念观念嘛是无正常。即嘛背对嘛是无正常，是因为受着六十九年这阿贼殖民教育。那怎么去把这些的观念改变为一，就是来残酷让台湾变进步？观念开始。 纠正，那我们有时候秘书长讲的非常清楚。我们需要到底有五什米不正常的观念？哦，本土台湾人不是中国人，本土台湾人至今也没有国籍，没有国际承认的政府。人台湾人还是生活在政治炼狱中。 那这个是整个台我们台湾民政府的秘书长在二千零六年十月二十四号控告美国，就是以国际正常的问题、人权的问题、被压迫的问题这样的论点来控告美国国务院。那为什么？ 全世界真的有人能够控告美国吗？不听过不？没有啊，特别是台台湾，不听过有有人控告美国吗？有没有看过？没有听过，也没有看过。第一个，真正是第一个，我们全台湾的第一个。所以秘书长有远见，因为他。 秘书长知道他的生活的背景，不跨过《中国出逃》那一本书吗？啊，简单的说，他曾秘书长曾经在在年轻的时候蛮聪明，他读建国，啊，他自己做见证说，其实他整个的高中或是大学的课本几乎都没有动。 一次听到就就记得很清楚，然后有的课本新的还可以卖卖其他同学，但是他还是在学习股票，然后怎么做补习班，一直喜欢赚钱，往这一方面去。你看读了那么多年，所以他对真正的经济方面的整理是真的是有智慧。 那到了日本，读战争法，那战争法，原来在赚到很多的钱，他本秘书长本身说，哎，我应该帮助中国人，呃、啊，让，因为那时候秘书长的观念说，中国人就是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台湾、中国都是一样的，呃，中国，所以说他能够栽培。 像毛泽东这样的非常聪明的，所以他就招聚在四川省至少八十八个高中、高中子的前几名，然后来到他所设立的学校，所以他办了教育学校非常成功，所以在共中国共产党也给他荣誉、嗯。 党政，那表示说他真的是很用心来办学校，因为有几次考联考的时候，中央的领导说：“哎，这几个学校到底是什么？出哪一个学校出来的？怎么可以考上交大、清大？呃，整个最出名的北京大学这样的出名的中国大学里面。” 因为不曾有过，没有听过的学校的名字，能够考上那么好的大学，结果一调查，我叫做林志林志深，所以他们就调查以后，哦，就给他，因为成绩都很好，所以现在反叛的人或是专门，呃，称我们民政府诈骗集团的人，有有的曾经把。 秘书长所照相的那个荣誉，共产党党证呢，把它传播下下去说，说你看，嗯，林志深就是共产党的，所以用这样来去污蔑秘书长，真的是要不得。嗯，那但是他回来以后，他发现，因为他在十年、十一年左右在中国里面办学校的时候。 他发现秘书长发现说：“哎、欸，好像中共越来越不对劲。一些公安人员这边不是来看学校、勘察学校，这个不合格啊，然后这个水沟又不好，或者是反正就是挑毛病的，一罚就几百块、几千块、几千块，或者几规万块人民币。呃、嗯，他们公安人员这个,個、能个也当也当 哪在集就哪在集呢？他们随便随便叫就是说你罚多少就罚多少，结果罚越来越多，甚至有的十几万人民币，我那这个很可观哦。所以就原来共党就已经调查过必淑定，那你必淑定就曾经跟李登辉总统的特使有来往，因为变成。 秘书长变成台湾商人，台商。后、啊、来调查以后，才把一些的困难故意刁难秘书长，把秘书长的财产慢慢在减缩。他觉得不对劲了，财产会挡我，但是谁命未当我，所以他就开始警惕。所以本来是个公安。 一直给他软禁，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软禁在不同的地方，甚至有的是在旅馆。那甚至一看四个人，公安说：“哎、欸，没办法，这个林献熙，呃，应该不会不会逃脱啊。”所以就变成两个公安了。然后有时候秘书长就给一百块人民币，两百块人民币。 安慰慰劳那个公安人员，最后没有防备了嘛？啊，趁没有防备的时候，啊、呃，他就告诉公安说：“我打个电话一下，出去一下。”一出去，不对。他逃走，呃，一直逃逃逃逃,逃到很多地方，不能不能坐飞机啊，也不能快速的火车啊。 他一定是慢车或是包机人车，这样一直到上海，然后在上海复整理他的，因为裁员也在放在上海那边，然后就又打逃到厦门。那厦门的时候，那个偷渡专门在偷渡客的人说啊，你是台湾人，偷渡到台湾，我唔怕听鬼，我没有听过啊，台湾人偷渡台湾。 这个秘书长也也担心呐、啊，那担心是不是，唔，是不是安全？所以他一定要塞更多的钱。说一半给你，我回来的时候我再给你。这个、秘书长跟他这样讲，结、这、果、个、那个偷渡的，呃，再偷渡的那些船船主的安心了、啊。我前几天一再两三个小姐偷渡到台湾了。<laughs> 所以秘书长就有一点安心，啊，哈，对啊，偷渡到金门了，嗯，然后偷渡到金门，你看金门一下船，超到腰部，水哦、喔，到腰部那么深，然后一直走走走走，因为不可能到更岸岸边嘛，因为那个那个船主也是担心嘛，因为金门也不是常常巡逻嘛。 还、啊、有去过金门当兵、当过兵的，应该知道金门蛮蛮严苛的哈、啊，不过秘书长就这样看见，然后一面走，一面哇，很担心哦。然后因为都是泥糟泥巴、啊，所以那个皮鞋一定会这一拉，哎、欸，拉不出来了。呃、啊，就你不能再再找，也找不到，因为很那个泥巴真的很深。 所以只好打赤脚，打赤脚又有很多贝壳，所以受伤，整身整个都全身，因为看见生命的宝贵，就有一次刚好那一天，差不多十一點,点多的时候，他就累了，哇，他就向向上天祷告。我说，从现在我财产都。 已经没有，那个不重要。但是，假若你给我活着的回到台湾，我愿意把我下半辈的生命来义工、志工帮助台湾。这样的生命的线上，然后，哇，很多星星闪烁在他的头上。这个进门的人就因为他。 秘书长又打电话给他弟弟，啊，弟弟，他说在什么地方？秘书长说我哪在？暗蹦，嘣，在哪里都不知道啊。那后来找寻找的人就，他们说，哎，秘书长说你怎么说看到我在这边？因为看到有光亮在那边星星，所以他们就找到秘书长。那以后有军人有。 有弟兄扛着他，然后进入到金门，然后到台湾。那这样的经历，他真正看见台湾真的要改变，因为他发现从战争法，然后回到台湾的时候，从二千零四年、零五年跟李登辉总统又在接触。李登辉那时候当总统说：“哎、欸，你不是也学过战争法吗？” 啊、对呀、啊，我说自身啊，看看你从战争法来看，台湾能不能走出去？对渐进化这个国际法来看，台湾是不是一出头天？就开始，然后他就介绍我们以前的顾问何瑞言，呃，台湾人来加世。 那这个何瑞妍他自己的爸爸也是在白宫负责情报组的一些的组长，类似组长的这样，很多情资，很多的资料呢，台湾的状况，台湾的问题，台湾的将来，还有国际法，为什么台湾未定位？整个就从美国的情报资料，因为美国在五十年以后。 可以机密资料可以解开，所以刚好是一个。所以林志深秘书长说：“天佑台湾。”那柏林志星让你必须定，赶快这边从来整个在台湾生活都一样的，呼来呼去，胡作非为，都没有都对台湾非常的失望。 关心台湾人、台湾的，也关心台湾的，爱台湾的人，是这种失望、危机、气馁。为什么气馁？为什么失智、丧志？因为台湾真的没有希望了。但是还好，我们的秘书长找到一条台湾民政府、台湾让台湾回到国际地位的唯一正路。我们。 以拍手来鼓励我们的秘书长。你能够找到这样伟大的人，有有好奇我，有不？所以我们更清楚他写的更更多精髓的内容，台湾的价值、国际地位、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马关条约。 还有日内瓦第四公约，整个国际的很多条约都在这一本里面。所以任务重，必心猛。有没有准备心？准备什么？除了准备读这本书，还有什么？吴小米。 帮助台湾民政府执政，够不？呵、嗯，嗯、<好>啊？阿伟、啊、开心，爱爱、啊、过五官哦，嗯、所以这整个都是我们的路线关卡，所以给那些，哎，当对最低本，呃，仔把来跨买，那我们最。 基本的，秘书长给我们看见，因为中国人、台湾人分不清楚，台湾人、中国人把当做中国台湾是他们自己的，所以你只要碰到中国人，哦，我们同乡啊，我们同胞啊。 谁跟你谁跟你同胞啊？有一次十几年前，我代表一个机构去联合国，那是 NGO，就是非政府组织的一个单位，也是为了原住民高沙族的问题做一些的讨论。结果很多中国人，哦，老乡啊，我们都是中国人，什么中国人？ 那时候我讲说，我是山地人呢、欸，山地人中国人不一样啊！哇，大气，这个什么什么山地人？哦，那少数民族啊，不是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是另当一代，唔奇怪耶。哦，那就不欢而散。所以今天很多都是会认为说，中国人台湾就是他们的。那有的台湾的呢？ 一半还在二三十年前，几乎三分之二都是啊，都是中国的。但是呢，到了十十年前，呃，选举好像选举很有帮助台湾人，或是好像用选举来做一个民族的假象，慢慢了解着哦，奔头台湾人哦，那咱,咱是台湾人，所以郎告诉台湾是不是台湾人的台湾？ 当然唔是呀、啊，冇见过嘛，所以今天法就是要找出证据。就像我们有有的说啊，这一座山都是我祖先留下来的，都是我的土地。但是跟那些是不是的？不是啊。现在已经几百年前唔见在了。但是起码人向的济啊，但人向济。 一定会有划分，说，哎，这里偷东西，界限是从哪里界限，或是有所有权状，平地是有所有权状，打卡沙沟高沙组，虽然意味说所有权状，但是还要经过最高的机关，那最高的主管单位是什么？就是人民会啊，那人民会到底是是不是对？ 大卡沙个高沙族更帮助，这个主委谁选的，谁任命的，龙是因国民党啊，所以整个那么多的行政长官在圆明会做的，大部分龙是国民党啊，所以以为说啊都很好了，是这凶，那是修掉阿 e 所以这些都以为说，哎，我们。 做了这样的方向，但是秘秘书长给我们一些的理清一些的方向哈。第一个是有人说一九四五年啊，在八月十五号日本投降的时候，哦，战争结束，结果战争结束，国民党说什么？中华民国说什么？光复节，哎、欸，给那些几下面。 嗯，这真的是愚人节，我们要把它改为。秘书长说改为愚人节，哪里有光复？没有没有进攻来到台湾，哪里有光复？哦，对吗？对啊，所以这个都是偏冷的。那这一段的时间，实际上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六号、九九日。 这个日子有时候这个时间呢，注意一下。假如要考郡守，有时候年日我们要注意一下。好，实际上行为是好像交战结束了，但是真正的法理来看的话，还没有结束。要结束是要征服者、占领者的头头、中痛。 爱宣布说：“我们撤退，结束我们今天的占领。假如一旦宣告，就是就是结束战争日。但是告给那些美国总统吴双波不？有没有宣布？没有，一直到现在，刚好就是台湾民政府的契机，带给机会来创作。 让台湾的心也得树，所以这些都是看到我们台湾、日本，哈、哦，实际上这个台湾是属于日本。那在一九四一年，哦，十二月七号是奇袭珍珠，日本奇袭珍珠港。 然后八号，美国就开始讨论，然后向日本宣战。这个九号呢，竟然有一个什么流亡政府的中华民国说要跟日本宣战，谁谁出来说宣战？有没有有没有印象？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号，蒋介石平常宣告宣战的。 当时蒋介石的职位是现在等于现在的行政院长，对不对？啊，当时谁当总统？逃走的迄总统，新立新立李宗仁，而且他没有来过台湾呢、啊，第一怪嘞。所以这样的状况都是会，你看这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 也是很残忍哈，那泼妇的，你看孩子，战争就是那么可怕哈。那当然，我们秘书长讲的非常清楚，我们不必战争，我们用什么？一支笔，就是《新台湾论》，秘书长所写的，整个他整理的战争法、国际法、旧金山和平条约，写在。 新的台湾论，所以只要我们熟悉，我们就不偏不离。我们看看我们的忠诚度，所以我们是不是真的对有这样的信心？那我们看见有什么不同？那跟那些和台湾人还是中国人，我盖第二是，好像台湾是他们中国人占去的。 我已经所有的投降书呢，是蒋介石派陈仪，咱们中华民国的高官，用这样的当做说，你看我们已经接收了台湾，所以我们平常都会灌输一个观念说，说、啊、你代你代表哈、哦，然后代表的时候好像是都是你的，实际上代表只不过是一个代表。 是个盟军盟国，啊，那这样的事情，唯一的是因为麦克阿瑟在他第一般第一号命令，是因为美国是主要的征服者，主要的战胜国，战胜的战胜的一个领导，所以当然。 总美国总统就派了麦克阿瑟做做这样的主持。有没有看到中山堂？我这边没有画面。你们初级班有没有看到中中山堂？还有中华民国的国旗，还有上面还有美国国旗。实际上，是不是中华民国国旗？那个是军人军人的国旗呢，不是整个中华民国的国旗。 好，那这样的演变下来，实际上不是蒋介石接收代表他拥有台湾的领土权，给人这样的误会說，说你看我们接收了，表示这个台湾就是我们的。所以马英九或他们这些高官自以为有非常对。 国民党很有忠诚度的法学博士呢，一直把它当作说已经接收了，但是在旧金山和平条约也没有给第三个国家收受,受过，误不，没有，所以这个我们都很清楚啊。那在第三个误解说，把中华民国流亡的当做就地合法。 这个就是中国人过去的观念，占地为王。你在下面写占地为王吗，我征服了，我胜过了，这个都是我的。为什么战争法否认说就地合法，或是移转主权不能移转主权？从一八三零年、一八四零年拿破仑时代以后。 改变的这样的战争法的观念，过去是你战胜别的国家，成为你的土地，那就是占地为王哦，或者是这个土地无人土地，就把它当作说，哎、欸，没有人，那你征服了，你就变成你的国土了。但是那个是真正的国家哦，井架国家，刘邦国，武刘邦国家不不。啊。 跟他流亡政府啊，那只有流亡政府，只有按着他的历史来写，所以违背了很多事实的历史。所以他们这样在自己的固有领土当中，以为说我迁到台北，好把南京的呃首都呢，中华民国的首都迁移到台北，就算说这就是外头腿。 台湾是外头对，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教导所有的台湾人民。咱咱嘛西亚对于囡仔教育告给他是，哦，这台湾是中中华民国，这个是把它分为台湾地区跟什么大陆地区。那当然，大陆地区是他们讲的實，实际上我没有这个大陆地区。 因为美洲大陆也是大陆啊，非洲大陆嘛是大大陆啊，所以他们只是用说啊大的地方都是大陆，所以我们回顾拿破仑时代为什么会反对？你征服了变成你的国家，这样就变成全世界几乎都是你的国家，安那模法律，所以底下头轮，几个国家在讨论，好，你既然战胜那个国家。 那个人民，迄、那个土地唔是你的，你干呐？占念呢？暂时管理呢？但是爱对迄个人，也是迄、那个土地的人，人民有保障，一定要有保障。而且在整个的生活、生命、财产，你都要祝福，也帮助当地的人民。 不能抢夺呢。日内瓦第四公约讲得很清楚，在那个土地里面，你要安保障他们的生命财产，讲得很清楚。这个都是拿破仑时代以后几个战争国家呢，他们在讨论的一件事情。所以，一八三零到一八四零年以后呢，就开始来定这个战争法，所以不能就地合法。 也不能征服者不能移转主权，逃亡流亡政权呢，不能就地合法。安、啊、尼清楚不？有无？请出请出多邦的人，到地到五江，还是二十年、十年？因为你用你的钱包包容帮赞多人。 帮助逃难的人到你的家，结果十年、二十年以后，他们有权利决定你的所有权，安尼我合理不？我合理不？当然不合理呀、啊！多蓬为狼，你帮助他，结果他还是有权利来帮来决定你的主权。那我安个代子乌啦，代完了。<laughs> 掉下边国啦，流亡啦，所以咱的观念，咱的民政府下个清清楚楚，流亡的不能就地合法，政府的不能移转主权。有一次，我们在有一个基督教长老教会。 当时两千年，我我也担任长老教会的一个重要的干部，然后有几个，我们有十五个董事，有六七个董事反叛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总会，因为把彰化基督教的医院还有长荣大学用这个六七个董事的名誉，本来要换成他们的名字。 要离开爱理会，丢落教会，就我代表长老教会，在法院被被控告，结果还好，我们的教会法规呢，教的会也也规嘞条然后电话民国政府已经呈送，无论是医院的，或者是教育局的，或者是呃。 未成熟版的这个教会的法规呢，也呈上给高等法院。结果我在我到台中的高等法院台中分院的时候，我就讲得很清楚。法官法法官大人，今天长老教会我们有十五个董事，查个当为当书是干啦委托的当事，查个为当事不是。 因的在善中华中华基督教医院、甲长荣大学，不是董事会的财产，甲中华民国的董事会无同。我讲得很清楚哦，不一样哦，因为中华民国的整个很多的财团的董事呢，是他们自己自己的公司，对不对？自己的股东。 啊，可能股东大的，你有机会当董事长、总经理。但是，都搞是外国、美国、加拿大、英国的人乐捐募款，咱的台湾人呢？虽然佮得较便宜，但是嘛是帮咱台湾人呢。你们有没有住在嘉义彰化的？呃，有彰化基督教有。 有听过嘛吼？那台北的淡水有马街病院，还有中山北路的马街医院总院，还有台东的马街医院分院，还有新店马街分院，这都是长老教会的财善，但是唔是当初的财善，甲流氓电话俾国博讲。那同样的。 马刀唉，还有麻豆，还带他们新楼医院，这个都是长老教会的财产，所以那么多的财产，不是当属会在善，所以我就跟法官大人，当属是干他以修读为托名，不是因内在善，不是他们的财產,产，是受委托而已，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们怎么有权利违背我们的法规呢？给他些流亡中华民国马是咁款，认为台湾是野人的领头领土好像是他们台湾是他们的领土，受谁的委托？美国军政府，美国委托。 蒋介石这个集团，蒋习管理台湾，那定了。有没有？安尼在啊不？在，这也<对>很清楚嘛。受委托，怎么是永远会在台湾呢？我们这个国际法、战争法，我们新台湾论讲得清楚，这个不是领土，而且有没有有看到那个鸦片影片嘛？ 一个中国政策，不快点不？假如没有看过的，一定要看。一个中国政策非常简单。第一个，台湾不是中华民国的领土，台湾也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或是一部分。台湾没有享受主权独立的国家。 中华民国唔是独立的国家，没有光复节。哦，这是官方文件呢。一个中国政策，请凑啊、喔，请你们注意一下。一个中国政策，这个影片是官方文件呢，将近有十九到二十一二个单单位，美国单位。 而且国务院国美国国土安全法，呃，司法全部都写在里面，官方文件。那重要就是说，台湾虽然没有没有定位，但是他们很清楚，台湾是美国主要的占领全国，所以美国是台湾的主要。 占领全国，那前奏吼，我想你们在初级班和这几天都会听到，所以这些是法理的根基，不然的话就说啊，台湾民政府啊，诈骗集团，什么身份证敢那五十颗二十颗，你要安那几千颗，哇，有没有看一些的影片？只要你们注意网络的时候。 有新闻哦，挑缸呢？这个我看是一九一一年一月 TVBS 播的，然后现在又把它播出来。他最前面的一句话是说，旅行证件已经开始申请，这个是对。但是马上讲说五千块，我们中央还没有决定多少钱，只不过先缴一千块的。 做一些先先一个手续费，但是决定偌侪级那是中央以后公告的时候才知道多少钱。但是 TVBS 呢，说五钱块，啊，过去上课两万块，哦，安尼二十个几百个，哦，安尼省省了哦，我看他我。 八五咋办？到一百六十万以上哦，哦，这是诈骗集团。对呀、啊、，TVBS 是谁的？以后我们台湾民政府这一些休想在台湾，安尼好不好？好其实李涛早就已经到平潭了呵呵，他们夫妻早就已经在平潭岛了。你在平潭岛敌对？ 麦公大陆哦，呃，即嘛中国哦，那是福建省的，在离台北啊两百一十公里左右的哈，然后最近的是新竹，好像一百多公公里。那他们三个小时坐船就很快呢，不是有有一段时间在登说，哎，要公务人员到那边游。 一两百万的年薪有无？有件到有的已经进去了，我就急了连自己真正的台湾人、台湾本土的台湾，哇，没有把它放在心里，当然就为了钱就跑到那边。所以这些都是以后我们执政以后，而且美国已经跟对岸讲得一清二楚。 金门、马祖在两年前，金门、马祖把它当作啊，去年已经把它当作什么？金门、China、马祖、China、台湾无 China 不，无跟他台湾平和嘛是台湾，那就是把中华民国美国的官方文件已经把中华民国下架。 所以最近越来越多的美军进来了。有一次，高沙组在我们一个同心的先生，他是开游览车，在花莲的花莲，然后载了好几个美军的，哇，穿军服，就好像警察在护卫，帮助他们开倒车。他先生说：“啊。” 真正有美军的呢，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李军是最强。对，下面开始已经抵台湾、啊？还是两二千两千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九号埃哥法签的时候，第二天不是有第七舰队吗？美国第七舰队马上到冈山那边，是不是？ 对，下开始，跟你讲，嗯，是，对，一个五年开始，日本导航开始，就是美国占领的开始，也是因为委托蒋介石集团，他们开始占领。那主要占领当然是美国，所以中华民国什么事情都要听美国。 就好像，呃，巴巴水灾，你们有没有发？有没有听过？一下子有美国直升机，而且那个直升机的驾驶是谁嘛？女的，美军。他们一下飞机把东西放好，然后就又回去了。有人问这个中华民国流亡政府说：“你知道怎么会美国直升机直接一个？咦，有吗？”这样。 还有在松山机场，说啊几分钟就会到了，其实一下子美军就已经在松山机场。结果用什么理由？有没有听听过那个新闻？说因为美国 A I T 的一个孩子生病，呃，所以就专专机来送，就位。实际上，美军上上下下东死。 有迄个管伫台湾，是为虾米？为什么？因为美国征征服台湾都要听台湾，安尼了解无？好，呃，遐尼辛苦，对我们休困十分钟，安尼好无？好，多谢。 快短信，下课休息十分钟。下课休息十分钟。